仅不到一个月就卖到了缺货，唱片公司还替他进行了改版，同时举行签唱会，现场满满都是蒋荣宗的乐迷，其中有两位小粉丝上台献花替蒋荣宗加油打气，他们是蒋荣宗的表弟和表妹，而他们的妈妈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江玲。达人蒋荣宗和爸爸，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蒋三省同台演出《爱的礼赞》。9岁开始创作，蒋荣宗的音乐除了有孩童的天真，还隐藏着个人心事。少女心仪，蒋荣宗把无限的思念献给初恋的小女友，献给初恋女朋友啊？对，算是。那你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会不会特别有感觉？有，我特别有感觉。听到这个旋律，真的是感动了我，而去帮他编这首曲子，才去研发这整张专辑的唱片。小乐迷上台献花，他们是蒋荣宗的表弟和表妹，而他们的妈妈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坛玉女掌门人江玲。我觉得她很棒。怎么说？小年纪就会作曲。淡出歌坛的江玲并没有现身蒋荣宗的音乐会，有一双儿女替蒋荣宗加油打气，满满的歌迷排队等着要蒋荣宗的签名，也让人见识这位音乐小神童的超人气。非凡新闻刘一晴、林亚楠台北报道。